stop， 到此结束。谢谢用户525。我这荣耀离别已久。今天打电信局居然没有卡，不可思议。哦，吸血鬼，我并没有带魔抗。过来戳 A， 第一个戳就戳空了，再 A 戳，哎呦我走位可以啊，这吸血鬼走位不错啊呀，小兵走位也还可以。怎么回事，怎么 Q 卡 bug 了，戳不着人，怎么回事呢？哦，能戳着，能戳着，能戳着。哎，血液一过来，一 Q 耳链，平 A 点烟戳，闪现平 A。这小子真能走位啊，跟我一顿在那晃啊，晃来晃去的，走位是真不错，这走位。我还是戳快了，戳慢点好了，我想直接把他戳死，我想直接一个戳把他戳死，省着他那个二段 Q 又把我 Q 着了，吸了我一下子，正好戳的时候闪现了呀，他还不回家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 Q 不再硬戳，直接一 Q 连他。我不用你在那走位，我直接根本我就不放 Q， 他就不会空。用不着你在那跟我走位，我就平 A， 然后一 Q， 我不放了这 Q。戳一下，一上来平 A， 戳一下，痛风，四药，一过来平 A， 一过来平 A， 戳一下平 A， 还是得一 Q， 我发现，再戳 A， 滑滑溜，走呗，哎呦啊，老哈子。不敢单呢，这是什么，这是辅助，来吃啊，这也不放 Q， 我以为他放 Q 了呢，我因为我疯抢挡他 Q 的时候没看见，一 Q 耳链平 A， 戳一下，一上来接中风，点烟 Q，
哎，我寻思这一个点烟接口，然后他正好血池，血池被点烟点死。靠！先 Q 再点烟好了，让 Q 先中。应该先 Q 再点烟的，这波连招不对劲。亚索每E一次可以加伤害，嗯，亚索换 Q 还能攒风呢。你怎么不说亚索走的时候还能攒被动呢？英雄被打没血就会死。不打了，勾他！他有闪现，没办法，这个闪现我跟不上，因为他的闪现是灵光披风的闪现。回首往昔，更进一步，真装啊！真是能装啊，那眼儿都看见他了，他还在这那啥，他连个 W 都没有，这人漂亮。扎克谁乱配件了我看看啊，蓝枪还好吧，问题不大，不就是个蛤蟆吗？也没有哪个人能杀得了我呀，关键是这也没得用啊，我二速还他也追不上啊，干哈呀？是否死了？这河蟹怎么回事？这河蟹呀，这河蟹你怎么的呀？这河蟹啊，这不能开大呀，为啥呀？哎呦我操，蓝烈汉呢反应是真慢呢，打个鸡吧。哎呀算了，回家。啊，我也被击飞了，那不应该啊，那我落的时候就应该能 A 他呀。谁掉线了？你出点肉，没事。
那蛤蟆是不搁旁边呢？来，安妮儿，东风接大招 ，Q 闪平 A 平 A 一过来 A 戳一过来，哎，这 Q 闪怎么先闪再 Q 了呢？今天这操作确实有点问题啊！今天这亚索这操作确实是有点问题。让我慢慢适应一脚下。划他一下回家。还有传送啊。这牙锁怎么没抠呢？来个暴击，88%的暴击。那吸血鬼凭啥在这里带线儿？哎，他就好像他能打过我一样啊！啊，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就好像你能打过我一样，兄弟。来走呗，我都不放，我就直接一扣耳链，我都不放扣，走呗吧。玩亚索内心一定要平静，毫无波澜。大师，我悟了。心无杂念，来去一波中路。我这荣耀一别已久，中风接大招，打不溜 A 戳 E 平 A 平 A 戳，中风戳再戳。一过来一扣耳链套点盐平 A 平 A 戳平 A 再戳一回来再一回来接中风回家谢谢松弛永永我悟了，大师。我以六根清净。小龙兄弟们灭亡之路短得超乎你的想象先把 ADC 杀了
接大招，戳 A W A 戳 A 平 A 平 A 一 Q 二连平 A 平 A 戳一下 ，A 一 Q 二连，接中锋，我们偷点盐了呗？谁的点盐？哎呀，你好毒！差点要五杀，那蓝枪满血，五杀费点劲呢。他满血，这边没给我点盐，还能有点机会。一 Q 二连，一 Q 二连，一过来接中锋，这玩意儿一下怎么打我那么多血？哎，一 Q 二连平 A 流头 A 戳 ，nice 啊，兄弟们！对面居然这波没有人儿，不可思议。他们都搁上路呢啊，我们都杀蓝枪，直接继续蓝枪，直接杀蓝枪过来，直接杀，接大招，500块。直接二塔没掉，小龙大龙没有刷的呀，打个峡谷吧。中锋这不能打了，这中锋可完了，死定了，瞎子扣到我了，没扣到我就闪了。我不想卖装备，我们不卖了这份装备。我看啊，这个是205公里地，这个是215公里地，那我们出这个。风墙呢？我刚有风墙吗？我不记得我有风墙，我有风墙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没注意。这里有个针眼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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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波小龙团，这石头人总是大逃跑，不行啊！我给你扫一下，没事。尽量对面视野都没有啊。OK， 这波对面没有视野。对面视野很差，流头只有一个眼可以放。哎呦，999了，这团打的呀。可是真拉胯呀！
没有眼儿，可能有扫描，可能扫描了，嗯，可能是有扫描。那刘头应该是扫了一下，然后我们这位置很差，位置太差了。河道中间有个眼儿，都看见了。河道中间，这个刚才只有这个位置有个眼儿，还有这个位置有个眼儿。抢个大龙，扎克，扎克，扎克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死了还行，让我戳死了。刚才吸血鬼大了好几个，那刘头闪过来又大着人了。我们没有扑到对面后排去，让那吸血鬼大了好几个。葫芦娃了，最后还行吧。我把对面卡莎杀了，让对面没一个 buff， 要不然又多一个 buff。这波得把多兰剑卖了，我们出个秒表。回首往昔，进一步。我去单带单带也行。不行了，中路不守，基地没了，这必须得过来守塔了啊。他们家 AD 在下路被我看见了，撤！撤！不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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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打了！哎，不打了！哎呀，给我踢的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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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都说了不打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怎么可能打得过呢？有没有蛤子？对面可三条龙了呀！我们家等我春哥做出来的时候，可能是翻盘的时候，可能。对面这个蓝枪的发育跟我的发育不相上下，知道吧？就这么个歪瓜裂枣也要杀我？没办法，三个人，1850，来个锁子甲，石头人补了16分钟的刀，跟我的补刀不相上下。没见过这人，也不知道为因为啥。如果龙魂没了，就基本上是GG了。
聚聚了。我还在寻找。叮叮，叮不出来。哎呦，我这波我要再直接一个大招全死了。啊，不过还行，这波对面就剩俩了，没打，把那流头杀了，好闪，1350。